亲爱的小美，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，别忘了我们老家的阳光与风总是会伴随着你。今年的七月八号是我们的五周年纪念日，老地方不见不散哦。没想到一阵风就可以产生电力，你不觉得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吗？其实啊，小美，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阵神奇的风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刚认识你的时候，你总是冷冷的，给我一点距离感，就很像寒风一样。但是相处一阵子之后，才发现你其实都很关心人，而且相处起来很舒服，就像夏天的风一样。我哪有啊？还有茭白笋。哦，你认真一点好不好？干嘛一直想着吃？地热还可以发电哎。是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可以吃蛋的吗？不行。啊。下礼拜就要离开了吧？对啊，可是我东西都还没有准备。不知道那边天气怎么样，会不会下雨？不用担心吧。喏，我准备这里。他咋带这个娃娃？不会想到。我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。所以啊，不管你在哪，只要你抬头看着太阳，就像我会一直陪着你一样。这片壮阔的玻璃墙呢，它不仅仅是这个历史博物馆的招牌，它更是一片巨大的太阳能板哦。这边光电云墙一年就可以产生178000度的电力，也将历史、艺术与环保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彭博士，报告我准备好了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晚上也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吗？不行哎。好吧，那你继续忙。喂，是的。这个部分正在进行中。澎湖的低碳岛建设呢，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太阳能和风力发电厂，还有 LED 的路灯设计。是。是。那等到海底电缆完工之后，会再将电力传送回台湾本岛。未来我们期望将澎湖打造成一座绿色能源的模范岛屿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晚安。干嘛一直不接我电话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是不是又要放我鸽子了？
我很忙，并不是我的世界都绕着你旋转，好吗？哎，干嘛？跟男朋友吵架？感情这件事情啊，其实和我们研究的再生能源很像，不觉得吗？风的时候会变小，太阳也会被乌云遮住，所以发电效能会忽高忽低的。但太阳却始终源源不绝的在那里产生能量。我想，感情也是一样的，只要你们能拨开乌云。相信你们的太阳一定很快就会回来了。亲爱的贤治，很抱歉，我常因为工作而忽略了你。这个晴天娃娃总会让我想起老家的风，回来了，你还会来吗？